生活就这样，就这样过生活。来准备一下今天的午餐。简单的早餐，马芬堡加蛋，还有酪梨，然后优格，加一些有的没的。礼拜四，同事带来一个 IKEA 蓝色大袋子装的 Popeyes 来公司分大家吃，有炸鸡、马铃薯泥、比斯吉、macaroni。烤完之后的炸鸡皮还是好脆。还有好久没吃到的比斯吉，以前在台湾肯德基还有卖比斯吉的时候就还蛮喜欢吃的，虽然稍微有一点点咸，但热热的还是蛮好吃的。